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已知哈一个扇形，它的周长是20公分呐，那面积16平方公分，那这个扇形的中心角度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扇形的周长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两个半径啊跟一个什么呢？弧长啊。哦，半径的话是 r，说2r，这样多少呢？这弧长是 r 西塔。好，那面积，这个周长是等于20啊。那面积哈，面积我们叫 a 好了，a 是等于二分之一 r 平方西塔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那个16，面积是16。那他问这个中心角，那我就把这个 r 代掉哦。r 代掉的话哈，这个是把 r 抽出来嘛哈。这是二加西塔哈，这个是等于20，所以呢，这个 r 是等于多少哈？等于二加西塔分之20啊，20。好，那我把 r 代掉，把 r 代掉的话呢，这个等于多少哈？我把二拿过来好了，哦，这 r 平方的话，就二加西塔分之20的平方了哈。啊，乘以呢西塔，啊，这个的话，二乘过来这是32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是400西塔等于32哈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二加西塔的平方，哦，那西塔就可以算出来了。我给它除以4哈，4的话是100哈。4832再除以四，12的8是520，12的8，也就是说哈，那我把它乘开来，就25等于2倍的，乘开来的话是西塔平方加四西塔，哦，2ab 再加四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把这移过来的话是二西塔的平方加八西塔。哦，加八西塔，啊，这是八减掉25，25减八，七，负十七啊，减掉那个十七啊，哈，等于多少呢？八西塔十七的话，等于多少？等于零。这个哪边算错？这个，二得四哈。这没错，八，4832，100，也没错啊，七，负十七，这一个，我看到这个是多少呢？32。16，这是20啊，哈，20的话乘开来是400，没错，400西塔等于多少呢？32，二西塔平方加八西塔，这里应该是16了，这里应该是2，1，那这应该一哈，八，18，哦，交到相乘就对了啦，这东西的话，这常数应该是八，应该是17西塔。这到底？哦，这是25西塔，25西塔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那个25，八西塔哦，减掉25西塔，
所以这应该多少呢？二西塔平方哈，还是二十五西塔，还是八西塔哈？二十五减掉八，这个是十七，这是负十七啊，负的十七呢西塔，然后这个多少？这是二四的八，这是八了，哦，再加八了啊，哦，因为之前我有算过一遍，所以有印象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这里有个西塔哈，所以呢这是二了哈。啊，一二八十六，十六加一就刚好是十七，啊，这是负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西塔呢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，或者是八，这两个解都有可能，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一或者是八。